一定被击飞回去，一定不要去回去找 boss， 我们是随遇而安，被击飞到哪儿就在哪儿打。哪肉是谁来着？是骑手吗？我操，又卡！我错了，我不该失血。我去，准备躲开球，一边躲开球，脸让开，那个法师 Valen 会被喷到。哎，这种东西不要让我喊了，好吧？等会啊，准备准备准备要去蓝色了。我那个球转了。去蓝色，都去蓝色，都去都去方块，都去方块。大饼是卖的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下去。在这里下去了啊！往下一个人去。下啊啊、那让下个史努比去，然后我们去那个绿色的。三、二、一，注意脚下。好像还是会死一个人啊！如果我们下把再死的话，就。我们打的有什么问题？手要快，去绿色。哎，要那个 Snoopy 去啊，准备。脸朝外，脸朝外，脸朝外 ，Valen 啊，脸朝外。好像不大行，感觉。可以啊，活了。对 啊玛雅不是弹死了吗？玛雅是第一轮就死了。追脸。法师有特异功能呀。特异技能要快，他那个特别快。标是你。那没有特异功能就必死的，把这球转一下好吧。第三个我们去尽量靠近一点那个。是你选一个标，我们跟你走。好，那直接去菱形。啊，大胆走菱形。去菱形，来去菱形。大家往前靠一点，我准备三二一。哎，没事，你应该等到这个砸完再去的，有时间的。这样啊，开始等那个。21秒呢？下个去查查先的。你往边边上走。你再换个边试试。你是不是已经扔过了？去查查太远的话，我们去基维斯，我们去基维斯。就那个基维斯那儿，去基维斯吧，基维斯。然后让史努比去一下。三二一，去了。然后。目标是你。把坦克拉到球这边来。坦克拉到球这边来。下个没有问题吧？我们去杀他。好，手机飞。这个球要快点打，下次等到那个喷完之后，等喷完之后 ，OK， 球要快点打，远程直接去打后面的，尽量去打前面的，快点打。没喷到，远了没喷到。下一个去哪里？去叉叉，去叉叉，去叉叉。集中了，我就准备去了。大饼往边。啊，一。把那个球扔了。我去一下吧。注意脚下。把那个球快打打。骷髅的球快点打。我冰箱一下。左脚下。下一个去星星啊。把球快点打！目标是你，目标是你。那么这个球打了？哦，我这个球也丢不下去了。啊！那你把第二个球给拿了。去星星，注意脚下。
我等这个炸完啊。这个炸完，嗯。我去。啊，那你去。去了。嘲讽 boss。打 boss。打 boss， 那个球不管了，打 boss。球不管了，打 boss， 躲开脚底下。注意脚下。让布个 DPS 起来吧。能站不到谁，站不到谁，把输的 crash 拉起来。目标是你。然后把 link 拉起来，打 boss。下一个去哪儿？现在说。下一个去orange， 大饼。去吧。去 orange， 到了我就炸完，这个炸完我就去啊。等这个炸完，喂，炸完真贵。3、2、1。你第一免疫技能再开一下，打 boss。打 boss 5%。注意脚下。刚好坦克血就行了，一天死了就是菜了。目标是你。目标是你。